到底什么是单位琴？什么才是单位琴？来，你先弹一个四门谱，卖岔字的。好，来，什么叫做单位琴？来，就是爱加入家己的头壳啊。你花字爱甲你加落。即只谱遮长，但是咱总袂当照谱安尼行，弹来出死板。爱插字，爱插家己个字落。比如讲，我正心情安怎，我着要插对字，插对字。即就是遮是歹学个所在。所以头拄仔这是基本。这是基本个。来，即摆加入你插字个部分。所以伊可能会变长，对，未变长，伊同款迄个长度，只是内底插一挂字落。比如讲，迄条杨营失青好啊，杨营失青啦，这是恒春的民谣内底一条五康小调，伊故事是咧讲杨营这个人，伊面目巧的，伊对一月到十二月，12%。咧唱伊思念因某的一挂情形安尼，这调是五空小调，五空啊。那一般是安尼啦吼。这是一般啊，但是咱咧你弹袂琴袂当。遐死板，爱家己插家己的字落。心境无同，你伫演奏时阵，着爱家己插无同款的
琴仔字落。哦。是这个歹学啦，无要简单啊，吼、哦，望春风。简单啊，嗯、但是咧弹歌袂使安尼啊，吼、嗯。哦时阵弹出来，望风风也无同。对对对对对，所以这基本上古早一辈的人咧学乐器，基本上音谱会晓念了后，就是靠家己去发挥啊。嗯。但是即卖的人咧学乐器，就是安那，拢看谱。嗯嗯嗯。啊，就一音一音，即啥物音到底，我就弹看谱，啊，就弹啥物弹啥物。还死去啊！民谣是活的，民谣其实是民谣。为什么叫做民谣？百姓人民在唱的歌谣嘛，伊是活的，就是咱的生活。伫乡村迄款迄个所在，生活痛苦啊，拢讨海尔，啊讨海，意外死亡的介济啊，足济拢出去了，无搁转来。啊，加上乡村七月开始就搁落山风啊。啊，落山风来，你要安怎种作？准讲要种作土壤嘛歹啊，无像讲咱这嘉南平原吼，讲有水利设施，也是讲有足平坦的田，因无啊，因咧田我去因遐，因咧田拢啥拢沙，啊沙因要布条啊安怎布？咱即卖是毋是咱咧古早咧布条啊用人工黄啊沙来种啊？因毋是呢。因都爱用锤啊挖一空呢，啊无迄拢沙，嘿啊，啊你沙种袂落啊，嘿啊，对啊，啊所以伫阮痛苦的环境之下，就产生只民谣出来，啊所以因咧唱心境无同，因咧唱。